这个不会先吗？哎呦，喂，好不好？好，其实啊，其实，在你借我的之前呢，本来是我先应该宣布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。太感动了。OK，好，那么戴我们交换这个戒指的同时哈，我们这个注册仪式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那么我正式的宣布。 Mr. Alvin Tan and Miss Soke Peng 合法成为夫妻了，那么你可以再次的再次亲吻，明白吗？Official husband and wife，OK， go， 现场朋友给你点加持一下哈。 也象征这两人的爱情一定要细水长流，长长久久哦。耶！谢谢他们完成的这个稻香槟仪式。接下来呢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递上这个纸巾，让阿斌来清一下那个水啊。太猛烈了，刚才。猛烈了，没有 ？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请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协助一下啊、哦，因为接下来呢，正式成为了夫妻呢，我们将要进行的是这个。 所谓的交杯酒仪式，那么会怎么一定要请两人呢？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的前方小心台边哦，啊，小心来来到这边，来到这里，让我们的摄影师可以在非常美的灯光下拍下这个照片啊。OK， 现场朋友，等一下就看你们的啦。那个上面那一杯洋性酒，就希望你们待会可以帮惠子哦。OK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先为我递上两个酒杯一下。好，请跟着惠子的指示，脸面对着。 请看着你的美丽的老婆，请你的手双手交叉在一起啊，稳拢啊，啊，两个人要交叉，最重要看着你漂亮的妻子，今天好美，OK， 最重要看着她，看着她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双手交叉在一起，在人生当中。
不管是顺境或逆境，酸甜苦辣，一定要共同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喝下这个交杯酒。现场朋友热烈掌声一下，有没有？我们走啊！ Thank you。好的，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香槟酒呢，在地上两个新的酒杯，接下来呢，惠子就要请呢坐在主家席上的所有长辈们一起来台上做邀请仪式 ，OK？ 来，我们请我们的双方家长们一起来到台上呢，跟随着惠子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一起三杯邀请酒哈。对，来。So now everybody, please kindly rise up， 请所有嘉宾朋友们，请你一起起立。那么今天我就请我们的兄弟团姐妹团在台下助阵啊，今天他们就辛苦了，兄弟团姐妹团，谢谢你们了，今天早上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了。好啦。 今天我们就以这个汽水、茶、带酒哦，因为这个酒喝多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。老实说哈，好，当然今天下午呢，我们大家就吃的清淡，吃健康，这个饮料呢也喝的就是清甜一点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大家先把你的酒杯准备好了哦。First toast， 我们一定要先代表双方家长，还有一对新人 Alvin， 以及 Alvin 呢，谢谢所有今天大约500个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，谢谢你们今天的出席，谢谢你们，所以这一杯酒我们敬你们。 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小黄，谢谢你们，Thank you，来小心哦。好的，刚经过了刚才的这个邀请仪式，谢谢你们今天的这个配合。我相信今天在现场呢，来到我们这里祝福我们一对新人呢，就好像刚才惠子说的。